个八婆丑陋至极，而且佢闻起上嚟似一撇屎。我警告过你，当我嬲嘅时候，你唔会中意我。你其实只系娱乐圈嘅骗子。边个咁燥底？又边个女人俾人闹得咁金？你一定估唔到。昨晚陈冠希无啦啦喺微博讲咗以上呢堆说话，公开闹志玲姐姐，因乜事咁大仇口啊？佢哋好似冇合作过噶、啊。一个钟之后 ，EDC 又铲咗呢个铺，但又铺咗两段嘢。我点解闹佢？佢知噶，我一早就警告佢。你哋问下佢啦，你可以话我错，不过我觉得佢比较错咯。到最后真相会出现，唔中意我就唔好关注我。台湾媒体就话问过林志玲发生咩事，佢透过助理话完全唔识陈冠希，亦唔知道发生咩事。今次难得中台两地网民意见一致闹爆陈冠希冇品啊！有病睇医生啦！你乜嘢事？怕女人嘅人渣就唔可以原谅啊！哇！口未完，网上即刻有传闻出现，话林志玲同秦舒培好友何穗一起上节目，但两人不和。咁秦舒培就撑老友何穗 ，EDC 就撑女友徐舒培，于是就系变成咁啦。吓，唔系咁少个鸡啊嘛？